啊，上上。就两个。还有一个吗？安徽共青团。安徽共青团。在那边，不错了。什么吗？有一个神秘任务要去做，来，我们去看看。去举康一康，干什么呢？前面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这是走出了我们的工作单位的外面。其实我们要去拿快递，我们可以看到远方。来，给一个特写。看，看，看。再给我。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录个东西。好，再给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的仪式也太隆重了，因为是个大东西。我们回去还要做开箱视频。来给一个特写，安徽共青团。完了，暴露你的手机号了。啊，盖住。好。啊，这个感觉，这个东西我们刚刚从我们的顺丰小哥哥身上手上拿过来。感觉非常的沉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东西，待会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它很重，啊，太重了，重到把我整个人都盖住了。好，待会我们一起来一个开箱视频。好重，本来这应该是摄像小哥哥干的活。暴力参加，好，好紧张。它的口在哪呢？哦，它要，那就这样吧，那就把它撕了。上面写的我们哔哩哔哩的 logo， 来照一下特写。哔哩哔哩，打开，噔噔噔的，配上音效。这是我们之前我们安徽共青团10万粉丝成就达成送的一个纪念的里程碑，是哔哩哔哩公司送的。哇，好好看啊，这种磨砂黑。哇，好好看啊！我们来把镜头推进，看一看，这个是 B 站送给我们获得10万粉丝的一个奖牌。非常感谢我们哔哩哔哩官方和支持我们的粉丝们。其实这个10万粉并不是说多大，但是也是我们创作的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那么希望以后呢，我们呢也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热情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。希望大家也能喜欢我们，继续支持我们的 QQ 空间，不是啦，其实是我们的哔哩哔哩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，拜拜。